修罗从昨天隔离芭比以后他就守在那儿。哎，看又走了又走了又走了，眼里只有芭比啊，他就在那儿守着。然后晚上凌晨我起来的时候，我看天冷起来要看芭比的时候，他也在那儿守着。芭比修罗就在那个地方守着，你看又走了。看，也不撵我。你看瘦了，小 Z 瘦了。帮你跟芭比一起，你也得吃饭呀，行不行？你要吃饭，然后你48个小时没吃饭了，修罗。修罗48个小时没有吃饭了啊。就在不停的这儿等着芭比，你看芭比也在找他。看看看，他瘦了，你看瘦那样又瘦了，瘦的真快，好不容易胖了吧。我走你跟谁，我走你跟谁，他跟芭比他不跟我。就这么跟我呀。吃饭。安排吃饭，不知道他今天吃不吃。看修罗今天能不能吃点吧，这样不吃饭也不是法呀。修罗第一次啊，之前的话有母犬发情，修罗不耽误吃饭，这一次的话不吃了。急了那样，急了那样，我来了以为我会把他俩放一块儿，也跟我不亲了。不外乎有一个玩狗的前辈当时说过，说一个狗啊，他心里最高等级的就是这一块性，然后第二等级就是食物，第三等级才是主人。这个东西无从考证啊，但是目前修罗的这个表现你看吧，大家发表意见吧。我去给他们弄点食物，看修罗今天吃不吃。哎，是不是要东西吃啊？哎，你终于给我要东西吃了。是吧？是不是？还不吃啊？哎，可算吃点东西了。可算吃点东西。能不能好好吃饭？回来吃饭，吃饭，好好吃饭，快吃饭！刚才不都饿了吗？他就是芭比啊，就是因为芭比的情况他不吃饭。吃饭，回来吃饭。灌你，灌上你，灌里面看你吃不吃。让你吃饭。修罗你别抑郁了，
该吃饭，八米不能生，回头给你找个，行不行？回头给你找个，快吃饭，快吃饭。我就不该喂芭比了，刚才。来，吃吧，好好吃。你要吃饭，吃饭就对。哎，你这速度才对，这才是你修罗。还在看芭比，又看芭比了，没心思吃饭，那不是不吃。快吃。谁说咱家狗吃饭不快了？快不快？修罗展示一下，快不快？来，你展示。一个计价一斤左右啊，这计价的一斤左右，你看这速度，你快点速度，快点，不要让我打脸，展示一下，刚才那个多快，这个又慢了，开车是好事啊，开车是好事，走，好了，再喝点汤。就先把你关在这里边了啊，不放你了，晚上再把你放出来。这个温度也没啥事，你在这里边也一点事没有，冷点是冷点，不会对你的健康虽然产生什么问题，看着吧。吃了就是好事，哎，终于吃了啊。芭比也在吃哈，芭比吃的比较慢一点。哎，修罗终于吃饭了，终于吃饭了。好了，今天没啥事了，他只要吃饭就没啥事啊。好了，拜拜大家，拜拜。